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小星羽球好奇，因演出在台视三立周日偶像剧《一读不回的恋人》被冠上暗黑 CP 的称号，本周播出两人一同亲密共浴，为这场戏他们都做足了措施。小勋穿了两件安全裤，再加上小浴巾，青浩奇则是穿泳裤就上场。他在戏里大方展示傲人的大奶及于冰块腹肌，让小勋大饱眼福，开玩笑说福利不是只有豆花妹才有。小勋透露，拍摄这场共浴戏时刚开始有一点点尴尬，毕竟这么近距离，但因为工作人员都很贴心的照顾，很快就适应。由于他之前才背部全裸演出，因此这次反倒觉得很有安全感，毕竟只露香肩，一切演出都在脸部表情。青浩奇则认为最累的应该是工作人员，因为要弄出那么多泡泡非常不容易。导演一喊卡，十几个工作人员全部伸手到水里，以土法炼钢打泡泡，而且还要随时让泡泡满浴缸。青浩奇与小勋在已读不回的恋人甜蜜共浴，画面十分煽情。三立提供青浩奇与小勋在已读不回的恋人甜蜜共浴，画面十分煽情。三立提供青浩奇与小勋在已读不回的恋人甜蜜共浴，画面十分煽情。三立提供青浩奇在已读不回的恋人露出精壮身材。三立提供。